牛子，干啥呢？在看书，看书啊，拿钱了没有？有五毛啊，小卖部。抓没做好吗？能不快点？你说麻烦了，我再点个辣椒，我给你拿吧。嗯，老师啊，啊，你来点，来，火中啊，是不是？你啊，啊，我来小黄的，五毛一包，你自己拿吧。轻点啊，胖哥。嗯。老师啊。拿。我说，哟，啊，多少钱总共？六毛。我说嘛，赶紧给钱。我就五毛啊，胖哥。先给了，行吧，啊，现一毛鸡儿就这，行，瞅啥、啊？走，慢走啊，胖哥。嗯。哎，小碗不开门了啊。小碗不开门了啊！哎，行行行，王总没问题。哎，哎呦，呀，胖哥，啥呢？摆宴了，刚来的吗？啊、哦，刚来的，正好给我来一个花，好。胖哥，嗯，最近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，干啥去了？刚飞一趟三亚。三亚，嗯，我的妈，大哥大都配上了。别动！我弄坏的小卖部都赔不起。我拿吃的去，吃点啥？胖哥，给我来个小当家。小当家，给我来个霸王丝。霸王丝。牛板筋。牛板筋。糖醋肉。糖醋肉。嗯。好了。好了。好了，来。广，把糖醋肉给我打开。好，快点！来来，胖哥，怎么让我打呀？好。
干啥呢？胖子，我拿去扔去啊！来，胖子，来，来。啊！你说啊，多少钱？2.8块，身上吧，明天给你拿钱拿来。走了，胖哥。呀，胖哥大哥大忘拿了。哎呀，哦，嗯。小伙伴不开门了啊。嗯，哎呀，哑巴，那你要来一个，来，要桃子，你拿吧。要喝了，好、啊，还喝健力宝吗？医生啊。来哑巴，哎呀，多少钱啊？一升桃子2.5块。哎呀，哑巴，你这天天车上的人发力宝了。哎呀，我赚钱啊！哑巴。我这找不开啊！啊，车上吧。小伙不开门了啊！你要吹啊？阿良，哎，刘爸，干啥呢？做了个蜡烛。又做了个蜡烛，给我拿个棒棒丝。棒棒丝啊，好，好。来，刘哥，嗯。嗯。哑巴，哑巴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重新送过去。哑巴，吃点啥？嗯，小浣熊。嗯，朱小玲啊。嗯，还有呢。嗯，刘婉金。嗯，来。阿玲，好、啊，哎，健力宝，健力宝，快好、嗯。来，刘哥，检查我用一下。行。哎，没给钱呢。小伙伴不开门了啊。哎。哎。啥门不开门门了。快。快快快快捡快。快别管我，把面给我泡着，快快。阿牛，呀，爹吧，我来个小螃蟹，你自己拿吧。嗯，阿良，哟，哎呀妈，慢点啊，刘子，去给胖哥把面给泡上。泡什么面？胖哥，
来，白象，白象。等个两分钟啊，溜达。两分钟啊？啊。那我来点个辣条，你自己拿吧。辣条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哎，这，哎，还没给钱呢。哎呀，妞，哎呀，胖子，哎呀，妞子呢？妞跑了，这咋整啊？刚摔一跤。哎呀，还没给我泡面吗？把面在这儿了，泡好了，泡好了，好嘞。妞啊，回来给我点。好，来胖子，我招点。好。哎，接力宝，来胖子，剪刀，剪，好，来胖子，你看，啊，哎呀，牛啊，给我拿点卫生纸，我蹲坑去。好，哎呀，来胖子，哎，全给我吧。哎，胖哥没给钱呢，什么那是？小宝不开门了啊！啊，不不，你等着。弄的哦，胖哥玩啥呢？泥巴，带我一个。我给你来一个啊！不。啊！哎妈，乐子丢歪了，丢歪了，丢歪了！你笑啥呢？你先玩吧。哦，哎呀，胖子，干啥呢？哎呦，结花片了，快拿点水洗手，快！啊，好。来，胖子，弄。哎，拿纸去，好胖子。来，胖子，胖子，来，来，给我来把小螃蟹啊，你自己拿吧。嗯。哎呦，哦，风风雪梅，风风雪梅，胖哥。嗯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别哭，你啊，接力宝快，好，哎呀，来胖哥，来。哎，先生好啊，好胖哥。小碗不开门了啊。